大家好，今天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指纹锁是怎么安装的。在你们购买锁之前，先要测量一下那个门的厚度，就这个门的厚度，然后再测量这个导向板的宽度以及长度。我们这个是事先准备好的。还有看一下你的门是否带天地钩，我们发货的时候需要按照你的门来给你配相应的锁体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开始安装。我们来清点一下需要的工具，主要的工具一把螺丝刀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把相关的配件找出来摆放好，安装的时候备用。现在我们开始安装，先把那个螺柱装起来。下一步呢，装在门上的第一步，先把锁体装上。装锁体的时候，注意天地钩一定要挂上。如果说天地钩没有挂上的话，天地钩是打不起来的。现在手里装装完毕，现在装锁芯。锁芯是从外面往里面插的，插的那个波轮插的那个锁芯的中央，然后装螺丝。
去帮忙穿一下。穿线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让它卡住了，等一下把线卡断了不好接。好，前面板安装好，后面板对上，把线接头插好，不要插反了，插反了会把插针插弯，然后导致不通电。安装的时候先需要调试一下锁底是否运转正常。看一下天地钩是否有打起。运转正常的话，现在我们要开始装两个连接螺丝。藏的桌下面。装对接螺丝的时候一定要 平的放进去，如果是放歪的话，那个螺丝孔没对，是拧不上去的。现在我们主机几乎算安装完成了，现在只要装上电池就可以使用了。测试看有没有通电，现在通电了。现在把电池盖板装上，电池盖板有四个螺丝，安装前先要把电池盖板拆下来。
它电池盖板安装成。现在进行系统调试。这里面按2号键跟8号键是上下。